日本已经过了结婚年龄却一直没有结婚的剩男是越来越多了。不过呢，这些熟男不结婚不代表心目当中没有理想的结婚对象啊。有一份针对50岁以上的，哦，应该叫欧吉桑了的剩男做的调查啊，他们最想要把哪一位新生代女星娶回家呢？结果呢，天使的脸蛋魔鬼的身材，年龄只有他们一半的这一位林濑遥是剩男们的新女神。睁着盈盈大眼，泪眼汪汪的向部长藤木直人撒娇。日本女星林濑遥饰演的鱼干女一点也不干，反而超级惹人怜爱，让不少未婚的日本大叔动北条。日本针对50岁以上剩男做调查，发现芳龄25岁的林濑遥是他们最理想的80后结婚对象。部分男士被她清新的外形以及 F 罩杯的傲人身材所吸引，而她被日本网友封为天然呆的自然性格，更是让影迷直呼卡哇伊。人絶好調ですが、現場の雰囲気はいかがですか？楽しくやってます。林濑遥靠独特的魅力夺冠，而同样是女星排行榜常客的上户彩，这次也不意外的勇夺剩男们心目中排行第二的理想对象。而气质清新脱俗的女星长泽雅美，剩男们当然也没错过。看来日本剩男们心目中的理想娇妻条件可不马虎。中天新闻陈秋报道。